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斗公训女》，表演者秦霄贤、孙九香。今天到了，哎，相声没那个一场接着一场，嗯，一场呢，我这儿看，我这儿看，我这儿，哎。叫语言艺术哦，两个人说的不错，是下去呢找不了口热的，这场还是下去吃屎去了。好，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，上台来呢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是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，嗯，我呢，哎呀，每回说我们豆哥的名字其实挺尴尬的，有什么尴尬？是那也不受欢迎了，这个是，哎，没事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在介绍名字之前嘛，嗯，问一问，问什么呀？有没有认识我的？没有啊，都不认识吗？多余问，你们认识他吗？认识。你瞧瞧，这哪说理去？你们爱看他演看我演。哎呀，你瞧，挺好。那你下去吧。你演。观众有要求，下去吧。来，给大伙说一段单口相声。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到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今天啊，继续给您说一段长篇单口相声，叫做刘罗锅啊。咱们书接上回，说这个刘墉啊，官至极品，这官儿啊大极了，别说话，文化大使，吏部天官左都御史，敕封三千岁，太后育儿干殿下，见官大一级，南书房请坐。这人官儿大，还有一个跟他对等的一个人叫和珅。和珅和世谋，这个人啊
官大吉了，他是个贪官。贪官在清朝那会儿啊，救救我！这个在清一下，在清朝啊，救我一下！我那小人快救救我！啊！别急，别急，给人呀！你看我搭档还很爱我，他会服我，对不对？打药啊，还说呢，这是。哦，说这个吧。打药，打药，打药！你没有你这样的，你没有你这样的。怎么了？你这么些人，你一点脸都给我？跟你那玩意儿，你也没用啊。不行，别溜那么近。那是刚才是观众要求你下的。对，我是顺应民意。那你们没有这么玩的吗？怎么玩了？我们现在逗哏在台上这么不重要吗？可有可无。重要，我爱你。你们没有你这么玩的。我们就这么玩。真的，说实话，拿我来说，我特别讨厌他们这帮说相声的。你不是说相声的？臭不要脸，这帮说相声的。哎，你是不是现在面前有一面镜子呀？怎么了？说自个儿呢？你没有。那我拿我而言啊，我觉得说相就属于什么呢？什么呀？下九流，知道吗？哎呀呀，不是蛋糕了，现在下九流，你就下九流。我怎么下九流了？我解放之前啊，你们说相声下九流，对不对？那是解放前的事儿。那不一样，那不一样，那就是在骂你糟粕，知道吗？糟粕，人狗屁似的。我来说，我就不是一个说相声的。那你干什么呀？我在说相声之前，我不是说相声的。这不是废话吗？你看不出来我想干嘛的吗？看得出来。你这身段多种多样。不是，看咱这个身段看不出来吗？就看身段看出来。看不出来咱们这个鲜艳的大腕了吗？看得出，不好意思说。你放，你敞开心扉，你就说我像干嘛地？难以启齿。说你的。那我，你们太直白了。没有跑这儿骂街来的。关键跟您穿这色儿也像。我怎么了？小丫头似的。你没有你这么说，看不出来我想干嘛。我只能看到这儿了，就看着一小鸭子，小大个，小大个，大个管什么呢？我不是鸭子，我不是小鸭子，也不是洗头的，也不是大鸭子，都不是。哟，看不出来我想干嘛地吗？看不出来。你扶好了，我怕吓死你。小鸭子都没吓着我，我怕吓死你。我干，你们都扶好了，怕吓着你们。都扶好了。我是个戏子。哎呀，这有吓人。我特意跟电工说了一下，把我的麦调大一点。好家伙，居心叵测。因为我说完戏子，我看你们没有吓一跳的反应，我就想吓唬你们。废话，你要不啊的一声，我们至于吓一跳吗？唱戏的，唱戏有什么可吓唬人的？吓没吓着？吓着？你要不带这劲，吓不着。唱戏的，唱戏的，你唱戏的？当然了。哎呀，烦了！您唱哪个剧种的呀？哪个剧种的？拿中国来说，啊、咱们国内、嗯，国内最讲究什么呀？啊、唱京剧是京剧来说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那您京剧来说，因为拿我来说，我听不懂京剧，京剧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好多什么历史的知识啊，啊不懂啊，就没文化这人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可以。但我没有骄傲，但是你有什么可骄傲？没有，你真看不懂。
上旁边人做那个字幕啊，字幕我看我得看那个，是吧？前面台上都打起来了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干嘛呢，没有意思啊。评剧，评剧，评剧，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。你别看我们先生郭德纲啊，特别喜欢评剧，是我不喜欢，那你就这么就。没听过，就咱说点五环以内的话行不行？就那么就啊就，怎么就这么就不喜欢这个，不喜欢这个。拿我来说，我喜欢唱什么？唱什么呀？咱们德云社没有人会的。什么呀？没有人会的，因为难唱，难唱，易调高腔。还有下谁呀？你我唱易调高腔，不要学鸭子了。不是。您唱高腔，高腔，好家伙，您这吃低音炮长大，您唱高腔，高腔，你别看我说话声音低，那只是迷惑你。你把什么都迷惑人家？你就那个三天三夜，我都不用抬脖就能唱上去。对，低脖也不行。三天，不显山不露水，这叫什么山水的？真的就手翻，那它太简单了，你说。话都说出来，你说我提这个干嘛？叫小帆，你别看我们先生唱的很高，跟你说，其实啊，因为他个矮，个矮都是小钢炮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唱不上去。你说郭德纲是小钢炮，都录下来了哈。我都出事都这么出的，确实来说呢。你这个他们都能唱上去，那没有，我比他唱的高多了，是吗？我高比他高76度，你知道吗？高76度，真的没有意思。高不是就你拿我们德云社的来说，你说郭德纲嗓子好不好？好，是没我高，是吧？没我高，他没你高，没我高，更没你高。你说的对，不是对，换一个人就行了。张云雷啊，这高。哎呦天哪！我现在又掉下来了。张云雷，张云雷那个调，虽然说他唱歌好听啊，有很多代表作，是都有什么呢？还九尾和啊，玉珍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好多好多，还有多少俩？还有好多，都是他都有代表作啊。但是你别看他嗓子好，不行。张云雷也不行，不行，他哪行？他不行，跟我差。弹还不错，怂了你们现在，整不了他，整不了，整不了他，那换一个邪教太可怕了，邪教，他的邪教哪一股都没，把张云雷要惹着了，能骂我三天，三天。唱得好，但是说实话，跟我比一调高腔，他差，是吧？对不对？那还有谁呀？还谁？我们队长啊，孟鹤堂。我们自己队长啊，他好个屁呀！好，他不行，他不行，他要来了，我也不敢说这话。他不行。不是，秦霄贤，你今天是要封腔是吧？行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要再不疯点，我就真疯香了。我跟你说，不行，孟鹤堂也不行。他唱哪首歌他不垮呀？他不一起，我们七啊，一起干啥呀？干啥？聊他干嘛呀？还有谁呀？没谁了。我不敢说。
我现在都不想听了。哎呦，都不行，男真实话实说的一表高腔，没有人比得过我，是吧？真的，一表高腔没人比得过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哎，那您别说大话，别说大话。往您的左边看一看，左边。别我啊，我就会唱这一调高腔。你算了吧你。什么我就算了吧你不行。我行。你什么你就行。我怎么我就不行呢？你还会唱一调高腔？高兴。那行那行那挺好挺好。什么叫挺好？恭喜你吧。我喜从何来啊？恭喜你吧，哪天吧哪天吧。啊、你也喜欢唱哈、啊。是啊。会唱唱得好吗？唱的还凑合吧，凑合不能说好。你也算是个票友，哎，玩票，我玩票啊。那行了行了，我因为我是什么？我是专业的啊，我是艺术家。所以哪天呢？你上家里来、嗯？你是什么？艺术家。我就没人了。河北帮的艺术不是河北帮、啊，一表高腔，一表高腔的艺术家。啊，要不然哪天、啊、哪天你作为一个票友，我教教你，教教。等哪天上家来、啊，我好好弄一弄你。不是我怕疼。干嘛？哪个弄一弄？你还想怎么弄吗？就是耍过耍过，鼓都鼓，玩儿。我是越来越直白了吗？哎，朋友，就我先问问你，就你们现在这一表高腔这个行业有没有潜规则什么的？啊，那你就甭管了，反正在我这儿还有那么点儿。那我觉着吧，就不能上架了。怎么了？跟这儿当这么些人面 啊那来吧，那来吧，我好好在这弄一个。不不，您能不死你？您教教我，我教教教教。可以可以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啊、我教给你，教给我，随便挑出戏吧。别我挑戏，您挑戏，给我挑啊啊！我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艺术家呀！艺术家，我会的太多了，是吗？你挑，我挑。当然，那我会的不多，我就会一出，叫《斗公训女》。斗公训女，对。哎呀，不会，不会，这不会。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。你说什么单口？废话，咱们这个节目叫《斗公训女》。你不会，我只能说单口了。然后我现在下去，钱就没了。啊，那我会，那我会。你确定你会啊？啊，我别会忘了。啊，那来了。什么叫来来不来啊？那你说一说这个斗公训女是吧？啊、对，斗公训女都什么剧情啊？什么剧情你不知道？我知道，知道你问我吗？我他妈考考你，这考我什么呀？我怕你不知道。我知道的，你说说。这说的就是大宋朝开国元勋高怀德，少不得志，妻子亡故，留有一女，名唤桂英。只见因高怀德的父亲与后周皇帝郭威有仇，故而不得出仕为官，怎奈家境贫寒，难以度日，便向窦燕山借了300两纹银，命义子高从进京贸易。高从一去3年，是音信皆无，这300两银子还之不上。这一天，高怀德走在大街之上，见国家张贴招贤榜，心中暗想：我何不趁此时机进京赶考，求取功名？可是又一想，家里边有个17、18岁的大姑娘，是放心不下。回到家中，便对姑娘言明，命她到窦府去抵偿300两银子，以全信义。姑娘闻听，点头应允，当即立下文约。怀德走后，姑娘怀揣文约来到窦府，对窦燕山言明。窦燕山听罢，不但免去了300两银子，而且将姑娘收为义女。这一天，家中来了一位借宿的公子，名为石守信，文武兼备，盖世英才。窦燕山与他谈话当中十分喜爱，便将姑娘许配给他。可是洞房花烛之夜，姑娘满面泪痕，公子大惑不解，追问之下这才得知前情，心中暗想：我那嫡亲的岳父真乃信义之人，我何不趁此时机进京赶考，求取功名，待我翁婿双双归来，再与小姐完婚。你小姐意下如何？你先等一等。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洞房花烛之夜啊，他进京赶考去了，他有病吧他？谁有病啊？就差那么3秒钟吗？你看看，差那么一会儿吗？不是那个人，不是你。事情上，别的事上啊，进京赶考你就不差那一时半会儿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就为了名利，就为了名利，对呀、啊，就花烛之夜，不在乎这个人家。哎呦，这多浪费呀！你要不你去？哎，跑啊！好像话吧，你憋死我了！哎，行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赶考去了，这不有病吗？什么叫有病？姑娘闻
厅点头应允，当即撕开后花园门，放走石守信。次日清晨，老员工发现马棚当中不见石虎老爷马匹，后花园门大开，是大惊失色，急忙报与窦员外知晓。窦员外听罢，将姑娘唤出，加以训责，这就到窦宫训女。只见因全本唱的是高桂英高小姐深明大义，四美俱全，故而又叫千金全德。不亚于说一单口多。这个窦宫训女啊，就应该改名，改成什么？就五年单身，三年当窦。像话吗？这人就因为人没闹洞房。哎呀，好不容易能，哎呀，挺好一事儿。你说这玩意儿，这要换成你，得死床上。为了学习，真的心太大。行，那再唱一回，就唱这，唱一回吧。啊，咱别都唱，那怎么？咱就唱训女这一折。训女这一折，对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咱们分分角色，分分角色，角色都有谁？我窦公，你窦公，哎，我窦母，我窦蛐蛐，我窦油葫芦，我窦大人，窦小狗，我窦小没小子，我窦大胖娘们，你就这点出息，您呢？啊，你别信，你甭老想这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没听我窦公窦员外。哦，窦员外，哎，窦衍生，这是一个人。是。哦，那我来谁？您来安人。安人是谁？就是我媳妇儿。嗯，我的媳妇。不是，我可以来那个闹洞房那个。对，不，你是被闹的，可以吗？夫人，我是你的娘们儿，你是我的爷们儿。好嘞，好嘞，那，然后您受受累，再赶个院子。院子？对，院子是干嘛的呀？院子就是管家。管家？对，我来俩。您来俩，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没问题啊。咱唱吧。什么？别着急，咱搭个桌子。搭桌子？哎，分出前后台。跟谁呀？跟我。让我跟你搭桌子？对，你疯了吧你？你也不扫地，我是谁呀？艺术家，能让我自己来吧？来就来吧。来吧。什么还缺把凳子啊？你缺个凳子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每回都这样。哎呀。这个麦呀，导演来了，老公，刚才有人调戏我，刚刚正吹口哨，没上之前我不是你老公。来吧，然后把那个乐队给我叫上来。要您全没有乐队都没有，没有乐队，咱拿嘴打架伙，拿嘴来。您上场我打架伙，我上场您打架伙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啊、然后那什么，那个唱戏穿的那个行吗？没有行吗？没有行，咱送声唱。这是行吗？那化妆，这裙子也不好穿啊！穿完了以后，我得先把绑那儿。穿上！哎，他今天要穿上这个裙子呀，你们再也看不见秦霄贤了，这就彻底封箱了。不过今天确实，他说他喜欢唱《一调高腔》，我也非常诧异。您知道？哎呀，赵国副官，我得下了。人家捯饬，区分一下人物，谁是窦员外，谁是安人，大伙儿也能看出来。人家遇到高腔艺术家呀，人家是，好家伙，跟人合作心里确实比较忐忑。哎，人家化着妆，常言说得好，人不捯饬不好看，捯饬出来您再瞧。那这个，你再说。我说这个清朝啊，乾隆年间，就是意思。不是。倒是跟狼外婆似的，怎么着？把耳朵露出来，啊，耳朵露出来，啊，都含着呢。哎呀，您这往含着上面撒把盐，怎么讲？齁含着。这手头发咋办呀？就这样吧。妈，有空气刘海儿，你可瞧。
千万不要钻那空隙里了。这意思吗？来，嗯，归我来。打猪脚，东丘罗，东丘罗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东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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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唱东丘，还有八个州，东丘。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废话，你教你东丘就打起没完呢。不知道东丘吗？打三棒半。什么叫三棒半？东丘为一棒。哦哦，一共三棒半。三棒半。对，三棒半。嗯，好嘞。东丘，东丘，东丘，东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三棒半。分别这么长呢？啊！那齐明老爷打屎不好，不是昨晚三更时分，十
干嘛呢？怎么意思？要疯？我是谁要疯啊？怎么了你？我生气呢，我这生气呢，多新鲜！生气啊！你喊什么？这是不是生气做戏呢吗？哦、你就管家，老爷生气给我一下子，像话吗？你这你吓着我了，你有点废话。我应该干嘛？这会儿看您表演了，我看我表演。哎，您这老有句老话说得好，什么话？老爷发威，奴才发衰。您现在心理活动就好比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恨不得有个地缝你就得钻进去。我琢磨琢磨啊，你是老爷，是我是管家，对，就是你的下人。哎啊，你老爷发威，奴才撒衰，是啊，有一种什么心理状态呢？啊、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对，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。没错，我找找这种感觉，找找感觉，找找感觉。前面接吧，啊，完了，咱们复习一下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恩臣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。